种下100棵甘松，这个是第三棵，还有第四棵啊，今天又种两棵。这一棵呢是一条杆，它中间这个已经是风化了，剩下两边的水线，还有一个小淋水。这个盆可能小一点，放个大一点的。双杆呢，这个应该算是公孙式。杆松这个东西呢，它挺奇怪的，你想找那种特别扭特别弯的不容易，但是你想找这种特别直的它也是不容易的。因为现在这段时间我这边都在下雨，现在种下的这个下三桩呢应该成活率会好一些。这个挖回来是这个昨天前天挖回来的，昨天没卖出，今天就种了。现在这个第四颗了，100颗的目标完成了1/25了哈。因为这个泥比较湿，不用搞那么多水了，浪费药，一点点营养液，加一点点生根粉。浇上浇透就可以了，这样两颗带土球的下三桩就算完成了。很简单的带土球的种的话是非常快的。浇透一定要多浇，不要怕它这个水多。轻轻拍一拍，让它更紧实，搞定了。啊，很多人说这个生根粉还有这些营养液哪里有的嘛？啊，点击我这个头像，然后进入我主页上面有个橱窗，橱窗里面就有这个卖的啊，啊，都是这个植美丝的这个品牌的植美丝，这个生根粉也是植美丝的，啊，有需要的就可以直接进入购买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。100颗的这个目标现在完成了1/25了，4颗了，继续努力争取今年一定完成这个目标。